整整忙了一天，还没吃饭。我现在把饭做上吧，老李也饿了。老李刚才拽泵拽的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那泵真不好拽呀。那就来一个啥呀？炒鸡蛋吧。有这个鸡蛋啊。看看我们家冰箱，看冰箱里都塞得满满的了。我那个什么，这是还是那韭菜，我把这韭菜炒鸡蛋吧。韭菜炒鸡蛋，这还有干豆腐、豆角、面包，这么多香菜，我把香菜洗点，凉拌的吃。哎呀妈，你看这一大捆，哇！这一大捆香菜多少钱花了？4块钱，多大一捆呢？我这个喝完了，你喝完就扔出去。你洗完水到哪了？洗完水我就倒了那里头了。没浇菜啊？我肥皂瓶我怎么浇菜啊？对吧？我去把这个摘一下，我摘一下，摘把韭菜摘一摘，香那个香菜。今天啥活也不干了，吃完饭就休息，太累了。想着他们把茄子辣椒都摘上了，已经栽上了茄子辣椒。凉拌的香菜，累了一天了。哎呀，这些香菜买的忒多呀！这一大把多少钱？4块？老李呀、啊，这一大把香菜呀、啊，4块？哎呀，这个香菜根儿不应该扔了，我咋还把香菜根儿给扔了？香菜根儿挺好的，我不好洗呀、啊。摘一摘它，把这再继续放到冰箱里吧。啊？我。太累了。
都累的我。哎，我现在精疲力尽呢。我不累呀、啊。不是啊，都累呀、啊，太累了。哎。咱们的劳动力，咱们的运动量太大了。哎，还有做饭。行了，跑好了，吃饭。哎，吃饭吃饭吃饭，累死我了。韭菜炒鸡蛋，这个拌了它，我把这个老虎菜给拌了，它这是我腌的，这是我腌的咸菜，里头倒点醋，哇，这个醋真酸。做饭你休息一会儿多好。哎呀，你也跟着干，多累呀。那这一大碗吃了，赶紧吃吃吃，快点吃，休息。喝点啤酒吧，喝点啤酒吧，好吧，把啤酒打开，喝点啤酒。那这个凳子给你，我坐这个，这个太沉了，我坐这个凳子。看我们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挺累啊。哎呀，来，那喝个啤酒来。喝罐啤酒来，给你筷子，我吃这些饭。哎，今天饭菜，哎呀，把帽子摘了吧，真想戴个帽子遮遮我的丑。扣子系的，哎呦呵，你还慢点儿。这冲不动吧，动不了了。摘不了了，不行，太累了。还让我摘葱？明天，哎，拿过去吧，这个还拿过去。明天一早起来栽葱，干了一点，完了干一点，完了咱们吃完饭赶紧修泵去。哎呀，今天好不容易把泵拽上来了，井口这么大，里头掉进石头了，我不知道是人为的还是自己掉进去了，掉进石头了，所以我们把那石头也再弄出来。
把我累的。老李拽蹦和那个另外一个，拿着蹦拽的真费劲，一个人拽不上来。嗯，好吃，喝啤酒吧。这样喝吧。拌了一盆子，这得有点菜，有点淡了。啊，我没敢调节，因为啥？就这咸的没味，淡的没味。嗯，是没味，多吃点。我给你倒点酱，倒点酱一蘸就好了。加点酱。你愿意吃不是加的酱，是买的酱啊。嗯，加的酱拿来吗？加的酱拿来。我给你倒点加的酱一盒。这是我从家里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酱。哎呦，你又跑出来了。哎呀哈。我自己做的酱现在就是有点稀啊。老李说着我这酱味儿特别好，看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酱，看我自己做的酱，这个颜色特别正。不咸，差点劲儿，差啥劲儿？嗯，差什么劲儿？咸，你不愿意吃试试吧？嗯，到咱这儿，你到没到这儿？别到那，到那里还干啥？到这里见着吃完呢。没有了，不喝了。打，啤酒喝完了。打，不打了。先把这东西先搁到这吧，我太累了。你也休息，咱也休息，搁到这吧。你要是有的事来，我给你扯。哎呀妈呀，今天老李可累坏了。行了，这吃完，这还吃完？今天你劳动力，你今天运动量多大呀？这样劳动。特别是拽那个泵，我的天哪，那得使多大劲儿啊，那得多少米啊，啊，不知道，这家伙，哎呀，泵也拽上来了，那个
不好拽，那泵两个人拽的不好拽，太沉了。我们那个泵是羊城180米的，特别长，我跟您录了，特别长，特别是那个管子在那儿特别不好拽，两个人一起拽的，好不容易给它拽出来了。我们跟那个谁就是辅助的，我们四个人嘛，总共是四个人。哎，总观颜色是拽出来了，明天修泵。把你先搁这儿吧，待会儿我收拾就行了。你也躺一会儿啊，都咱俩都休息一会儿，太累了。咱家升降牙也得掰了。